小贝，是的，是我讲话上过冲动，你别生气啦。等一下，我去病院接你下班。家里无说你拢是郑权的女朋友，毋是应该对郑权感觉真失礼？哪会怪怨到郑权？而且伊敢若就叫我甲郑权单独见面，这到底是为虾米？有正常的时阵，嘛有一种真特别的感觉。阮之间敢若无亲像因讲的遐尼单纯。啊，若无为虾米正常公司的员工拢会识识我？还佫迄个我听到迄条海枯石烂遐尼激动。当正常找我去绣球花田，遐记忆拢无亲像是我家己想的，等到较亲像真正发生过的代志。刚好伫绣球花田，我求欢的遐人。就是郑权，等一下看到小飞，我一定好好跟伊解释的。我会向伊保证，以后我绝对袂乌白吃醋，也绝对袂误会伊甲郑权。刘小姐，你定爱讲会到做会到，爱对你甲小飞的感情有信心。拍摄，我真正不是故意的。你要干嘛？拜托你，该当拜托你送掉我。